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玉玲，你啥功课？来，你看，啥？这哦是我专工要买给你的礼物咯。你即摆已经读国中啊，嘛应该有一支较好的笔啦。嗯，唔免啦。是安怎？你不介意哦？无啦，我是讲哦，礼拜时阵我要转去阿寮啊，阮阿爸会买给我啦。那这哪要紧啦？便是愈侪去愈好啊。安尼，你应该替我换下嘛，哈？来，紧收起来。这件代志哦，无你阿爸知影哦。是安怎？这应该讲是咱两个秘密啦。秘密？是啥物秘密啊？秘密吼，就是甲咱两个知影，啊无第三人知影的代志。就好亲像讲，你是谁个阿姨？你哪会知影？我知影哦。当恁阿爸吼四处共讲，到即摆吼，足侪人拢嘛知影这件代志啊。所以讲啊，我专工甲你想一个办法。只要你甲我讲恁阿姨住伫啥物所在，啊，我替你来甲讲，讲恁后摆吼，家己保养起面啊。唔免啦，我到时阵哦，甲伊讲就好啊。哎呦，恁哪只戆啊！啊，万不利，恁阿爸若是甲你跟踪，安是要安怎？啊，若是我来去哦，别人则袂怀疑啊。不过，我也毋知伊住伫咧倒位啊。哦，啊那安尼，我想要去斗相共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，无你继续写功课吼。好。想袂到明亮这个囡仔这么巧。竟然话会予我吐袂出来，明的袂明的，我就来暗的，我就是你的手机会比较省时阵。这边啊，你倒转来啊？我倒我转来啦。你来这么紧张啊？无啦，幸好你惊着嘛，我咧无闲哦。了，搁咧想起先，阿爸吼，知影唔对啊，我不应该偷看你的批啦，我甲你回信了好无？哦，这是啥？哇，这笔足水的呢，是谁送的？都俊信阿哥啦。你看，大家吼拢足听你的啊，阿爸嘛是同款的，我不管做啥物代志吼，拢是为着你好啦。小凯哈，对啊，这礼拜吼，我要带你回去阿寮。我嘛有叫俊兴甲婷婷做一起哦。哈？啊，因是去要创啥啦？啊，愈侪人愈好耍，愈闹热啦。对啊，啊，你嘛通叫迄个阿姨做一起啊。阿爸无歹意啦，迄个阿姨。是你的朋友啊，你是不是要邀请伊？你家己做决定啦。好啦，我明仔载再甲伊问看卖啦。好，时间无早，无你较早休困嘞，吼。好。阿爸。阿爸，我唔是超过伊要甲你骂的啦，我只是感觉哦，迄个阿姨甲我的心情同款嘞。敢那亲像阿姨姐嘛，伊拢就照顾我，就疼我。伊敢那拢我是我阿母，啊，不过这个阿姨比阿姨姐嘛还搁较亲切呢。我恁爸仔囝搁真有话讲啊。我看这是明亮回来咱家了，头一摆甲你讲这侪话吼。
伊甲我啊，落较无话讲，叫我妈妈嘛，毋是心甘情愿。是讲这嘛无怪啦，翁囡仔人我是要甲伊计较，我较计较的是我翁婿的想法。无啊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当我是恁翁呢，咱做伙遮尔侪年啊，毋免讲遐一寡乌死衫。无怪我会惊呢，你敢有替我想过？假使讲。 到一天要出去，若忽然间走来咱家要将囡仔偷偷转去，你会安怎？伊若是这要来讨囡仔，我绝对袂答应。你囡仔袂教伊，啊若出去咧，你是要安怎做人爸？我已替你想过啊，无定着，你会甲伊伫外口登记，遐小姐林志宏，也无定着，你会甲我离婚，带伊过门，也无定着。好啊啦，你今仔日是安怎？你是占着了啊？诺啦，讲一寡遐有话无？ 蔡明，你甲我讲，你会安怎做？啊，你莫烦我啦！还呢？是嘞啦，我毋是讲，你还？我感觉我着袂还上。若无讲俗语啊吼，已经死遐尔侪年啦，你何必为着吼这不可能的代志，伫遐咧想袂开嘛？你讲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 你敢甲我保证哦？你敢保证啊？你敢保证啊？啊，那是要保证啥货啦？客套啊，阿姐，啊，车房皮房无该通知哦，啊，总来，哎，放下你阿婆咧做啥鬼哦？哎呀，你是在胡白讲啥？客套啊，嗯，啊，你忽然间来找阮，一定有代志吼？哎呀，那你讲无事不定，啥不定嘛？我是要甲你休息个啦。休息？嗯，啊，你是要去对啦？我伫南部哦，有一间工厂伫个啦。 我必须要清清去监督啊！啊，所以阿美官哦，啊，拄喺南部大七站啊。阿兄，那恁阿兄做着走啦？当你家己阿兄，敢无了解？即几年伊都是甲毋是讲化作做做，化行都行。若毋是讲吼有开即间病院，啊，我这做过哦，毋知对流浪甲倒去去啊。那去甲倒去，我无好食苦啊。诶，阿兄咧，资本的数据，到尾甲恁去？有啊，侪无，当无去，恁阿兄敢会放心？ 是啦，啊，就因为三个大人拢爱落去南部啦，所以俊兴哦，才想讲要拜托你，啊，还够啦，啊，厝内面哦，你三不五时啊去行行顺顺的。我知啦，啊，他俊兴我就先去做客囝，我嘛是亲阿哥交代我，你应该放心。安尼，就拜托你啦，啊，无问题啦，啊，对啦，秀哈，无咱请恁大兄甲阿嫂吼来去食宵夜，就算讲吼，甲恁准备啦，好啊好啊，啊无，要来，即马来哦，行行。 明了，我明仔载透早有代志，要离开家。本来甲你约束好，逐工拢要甲你见面，也毋过即摆爱失约啊，真歹势。这真正毋是我的本意，请你一定爱原谅我。过去我感觉人生完全是一片的白茫茫。自从熟识你了后，突然间。 感觉人生真神圣，真趣味，这拢是你赐予我的。我一直毋忘有一个亲像你这款的囝，也毋过我知影，这只不过是我家己的幻想，我无可能有这种的福气。明了，我实在真唔甘离开这，希望无偌久的将来，咱会用伫个这，搁再见面。我将被。 寄生一只纸好，是要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前程，就敢那鸟仔同款，愈飞愈高。阿姨嘛，祝福你快乐平安。 明龙走到这来，哪会一日都无去啊？拢是你啦，明龙才袂甲咱斗阵。我无怪你，你搁怪我哦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为啥我爱甲明龙斗阵啦？
真位哦，爸公，叫我注意面容，有甲一个查某去面无？查某？什么款的查某啊？哎呦，你这烦的啦！飞弟哦，甲你讲嘛讲袂清楚啦。哎，主席，等我啦！我将被织成一只纸鹤，是要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前程，就敢那鸟仔同款，愈飞愈高。阿姨嘛祝福你快乐平安。玲玲，你是在看啥？足水呢，这你拗的啊？啊，不是相送的，啊？迄个阿姨无去啊。阿姨无去啊？伊有甲我讲过，伊逐天要甲我见面，啊，不过伊忽然间，佫伊要去种的所在，伊根本就甲我骗，伊根本就是咧甲我骗嘛。对啊，玲玲，啊，迄个阿姨。敢要甲你讲，伊叫什么名？啊，到底什么所在？较早熟记啊，嘛会晓记纸号，也毋过嘛袂当凭一点就断定是。是讲为虾米这个阿姨哪会遐尔啊介意明亮？这嘛毋对啊。假使伊是熟记啊，伊哪会无缘无故就来离开呢？告诉伊毋是俗气啊，那呢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阿爸，阿爸，你看，伊将来敢会跟我见面？当然嘛会啊，只要吼你有这个心愿，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见面。就敢若我同款，我嘛有一个愿望，我希望讲，我会当跟我心爱的人，跟我思念的人。会通见面，我若坚持落去，相信这个心愿一定实现。心明，甲小金拜拜，保庇你顺时平安，赶紧回来给我看。阿爸，我嘛是同款的，我逐天暗时要睏的时阵，我就想今仔日搁要过去啊，礼拜的时阵我就当回来看阿爸。哦，哎，明龙，啊，你敢若较肥哦？哦，无，较瘦啦，较瘦啦。哪有啦，阿爸，真正是你较瘦的。啊，你是拢无食饭哟？我较瘦。嘿啊！有啊，我拢同款啊。嘿，明龙，哦，你穿安尼拍呢？好，嘿，嘿，对啦，啊，拄则有甲你拍拉伞无？无啦，那有哦，嘛袂要紧啦。赶紧哦。嘿啊！哎呦，敢若你袂嫌阿爸尔啦。嘿，王先生，先生，恁来哦。啊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阿哥，遮都臭呢，哥都毋是讲要带咱去佚佗。哪会这款物件所在？先生，你唔通乌白讲。吴先生，你那人吼唔捌代志，袂晓讲话，你唔通见怪呢。袂啦袂啦，啊，事实都唔正所在，我袂见怪啦。哼，我要转去。准
哎呀，专心啊！哎呀，专心啊！哦，这个囡仔，五仔啊，我有照约束呢，家己的孙吼，我就带囡仔回来看你，啊无明龙暂时就交代你，啊我看完再过来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无闲做你啦，吼。银兴啊，今仔来去。我无爱去啦，只有阿，我要甲明龙当家说。好啦，随在恁啦。明龙啊，看完我再来带恁回来哈。 我先，吃点哈，免啦。阿炳龙啊，阿炳龙啊，你拢走吼，我跟你讲，阿爸传一个好料俾我你食。哎，阿爸，我嘛有传一项好料俾我你食呢。有哦，你要传好料好食哦。有。这样好食哦，可以比赞哦。安尼哦。哎，阿炳龙，你上有效哦。嗯，袂歹个。阿爸，然后食，加食我啦。 你看，你就轻松做哦，那轻松啊！我拜一下时阵哦，也无算算，我吃嘞。啊，拜一根正顺哦。哎呀哎呀！哎呦，哎呀，阿爸，我你今仔来讨条啦。哎呦，看无讨条，你要害恁爸老死哦。哎呦。 对啦，玲玲啊，你今嘛好，找啥物请你哟？阿炳龙，唔该，你今嘛做多谢功夫。哦，阿姨今嘛多谢，乖乖乖。玲玲，今仔早起咱就请。啊，都人客啦，叫阿姨说，他们安尼带到店来，我咧请。好啊好啊，到店来几号，较老的啦。 乖乖乖！哎，阿黛琪啊！啊无，我要你请，我来换一个较怕的。怕的哦。嗯。好啦，哈进去啦。哎呀，俊兴啊，啊是咧创啥？那话停车啦。我要回家阿廖啦，叫我倒回来啦。阿廖要创啥？ 拄则是你家己讲阿廖创毛毛买伫遐，才带你走的呢。好啦好啦，我等你佚佗嘛，好啦，哦。医生，看卖，我穿安尼有够无？嗯，干要叫阿伯，你看我嘛是种哪型？阿爸，阿妹啊，阿爸，我叫你当去佚佗，你佚佗吼，食饭甲你佚佗就好啦。嗯。无要紧，若要佚佗，落去佚佗，要食饭则去叫倒转来就好啊。嗯。 俊兴啊，俊兴啊，嘿，啊，恁来搁倒转来。啊，俊兴就讲哦，有囡仔无较好耍，啊，唔则搁走倒转来啊。是啦。哦，阿爸，阮去佚佗哦。好好好好好。小姐，好，恁好。来，阿爸，我坐。我坐啊，啊，再囡仔是要走去倒啦。哎，阿姨危险，无要紧啦，有明亮带头哦，你做你放心啦。对啦，唔免烦恼啦。啊，恁来拄啊好吼，啊来阮家食食粗饱嘞。 翠玲啊，好啦，啊，较早明亮，阿姨即嘛食鸟个，啊，你毋是一直想讲要找一个机会好好睡多些，无咱就趁这机会来因兜，多拜访一下啊。对对对，来电话，来电话。看卖有鸟？啊，无啊。 你看我过好过，你有卡你袂晓行咯。就烦，你莫去啦，等下哦，雨水冲到去哦，听你咧臭大咧，今仔日也无落雨啦，你若惊死，莫来啦，惊啦，哼，臭，多气死，一口推土。 垃圾味道，伊叫做马俊兴啦，卖惨，哼，伊呀，哎，你看，我也是几杯一样呢。
气啊！我脚底有抓过两只牛、三只猫哦，还佫有哦，还佫有啥？还佫有一条遮长的水蛇。啊，水蛇哦！袂惊啦，水蛇伊袂咬人啦。嗯，你实在有够无胆的呢。啊，不过你甲马俊先比起来哦，伊上无胆啦。明亮，你讲我的歹话哦，我会甲你秘密哦。我唔是咧讲你的歹话，我是咧替你烦恼呢，因